姥姥，你怎么又做豆腐啊？这玩意谁吃？你小子不懂，这营养可丰富了。拉倒吧，你那么喜欢豆腐，跟豆腐过去吧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个，今天非得让你喜欢豆腐。姥姥，十个人有九个人不喜欢吃豆腐，你这能做的好吃吗？我看你是豆腐里挑骨头，没事找事。小外甥，去帮我拿两个鸡蛋来。你自己去吧，咱家母鸡今天还没上班呢。姥姥，你这做出来还真没见过呢。你就是个马后炮，你没见过的多嘞。食欲啊！嗯，姥姥，这酱瓜炒蛋的好好吃啊！